历史珍贵旧照。图二，英王是最美的公主。图五，永远的倩倩公主。宋氏三姐妹分别是宋霭龄、宋庆龄、宋美龄，个个德才兼备，书画双绝，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。然而这三位名媛有如此成就，也离不开他们的母亲林慧贞。她与丈夫宋耀如在培养孩子上面尊重孩子天性，又严格要求，开明的教育成就了宋氏三姐妹璀璨的人生。英国王室是兼备神秘和现实的结合体，也是一个公主童话般浪漫和现实生活的结合。玛格丽特公主生活在这童话般的世界里，她是乔治六世的掌上明珠，伊丽莎白二世唯一的亲妹妹，也是罗马假日中公主的原型，更是英王室最美的典范。邓丽君，中国台湾歌唱家，日本昭和时代代表性日语女歌手之一，她美的颠倒众生，甜美的容颜积聚东方女性的魅力，始终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。她用歌声征服了一代人的传奇人物，成为亿万中国人心目中的女神，甜歌皇后实至名归。1956年4月18日，格蕾斯·凯利和兰尼埃三世在摩纳哥皇宫举行婚礼，格蕾斯·凯利如愿成为摩纳哥王妃。她从好莱坞巨星到摩纳哥王妃的传奇，留给世人一个永恒高贵的倾城王妃的形象。电影《倩倩公主》是一代人的记忆，这样一部童话般浪漫完美的爱情电影，让男女老少都情不自禁的心醉神迷，对美丽的欧陆风光向往无比。罗密施耐德用温暖的笑容完美诠释，演活了倩倩公主。她和倩倩公主是如此的相似，性格乃至长相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